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柯委员知恩发言。主席，还有各位立委先进，还有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大家早安。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似乎已经确定了，如果诚如外界所说的是陈良基副校长，本席先要先给予祝福，但是呢，也要诚恳地提出，部长，教育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低估，因为官好当，但事难做。我们知道陈良基部长不管是在任何的学术领域或是教学都深受各界的好评，但是教育部长的职责并不是在做高深的学问，他实际上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而且我们台湾不缺来自高等学府的部长，我们缺的是一个能够完全熟悉教育生态，并且能够全面掌握教育任何状况解决问题的政策高手。特别是从2岁到18岁的国民教育，到底我们的幼教到底品质如何提升，我们低薪的幼保员他们的薪资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幼教到底要走向公共化还是走向市场化，还有面对我们的国民小学，我们很多的教职员工他们的薪资他们的编制，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严重。更何况我们还面临了很多少子化的问题，到底我们的流浪教师我们的代理老师他们的问题该怎么样的解决，一个精致的国民教育它的经费到底如何来统筹。还有呢，面对意见分歧的12年国教，更不要忘记部长，我们的蔡总统提出了全面免试，免试该如何来落实？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均值优质的高中高职的一个教育，经费到底如何来？这些种种的问题都是有待您去解决的。特别我们还面临着第一波的高教的海啸，到底我们这些的退场机制，到底我们大学要如何的转型？还有呢，我们的技职教育它到底如何能够来融接这个所谓的学用落差，还有我们整个高等教育的经费它到底如何来重新的分配，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严肃。所以呢，教育部长基本上面呢，当你过去有了很多的学术的光环，但是呢，面对这些零零种种的问题，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面对我们学生的竞争力的低落，还有我们偏远地区的孩子，到底这些零零总总的，我们真的要强制的希望我们新任的部长能够倾听在地很多人的声音，你千万要放下您学者的一个角度，能够呢真正跟很多的公共教育团体来做一个对话，特别是面对很多严峻的课纲问题，你一定要保持整个教育者的一个良心，整个教育的核心你的理念到底是如何，这是我们最后要能够提醒我们的新任部长，务必要保持我们教育的中立化，因为教育是个百年大计，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学子。我们再次提出的呼吁之后呢，也给予深深的一个祝福。谢谢柯委员。现在请黄委员招顺发言。哎，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昨天我们看到翁院长的他所做的声明，声明当中他特别提到说，这是用美国的法律所做的父母的赠与，包括股票跟现金。我想本席无意对翁院长这件事把它换政治化，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整个的过程当中去追究我们整个这件事情里面的对未来对整个生技科技以及所有的影响。翁院长本身是中研院的院长，我想院长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包括翁院长过去一直在国际学术地位上受到各界的肯定跟尊敬，但是他回国到我们中研院任院的时候，两任院长一直到从陈水扁院长总统，包括马英九院长总统的任命之后，
包括最近他又跟蔡英文主席在生技科技上面的扶植上面的产业上面有相当一定程度的交往，所以他所影响的层面其实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到底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绝对不是只有道德的瑕疵，也绝对不是说他在私利上考虑的不周延而造成的一些错误。我们现在要追的是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而这个内线交易我认为检调单位必须要立刻去彻查。第二个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翁院长是不是企图要让股价能够由着他每一项的动作当中去影响整个的股价。那第三个是在整个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上，他是不是做了一个最不好的示范。同时更重要的，不管美国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可是中华民国的院长他就是必须要按照我们财政部所有遗产税赠与税的赠与的规定去做，今天他做了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不管是财政部，不管是金融局金管会，或者是检调单位，都必须要立刻彻查，以正视听，同时也让我们所有的平民百姓知道说，我们的政府并不能够有特殊的状况去做所有特殊的金钱交易。以上，谢谢。谢谢黄委员。现在请江委员启程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日前，伊斯兰国 IS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动连环的恐怖攻击，造成30人以上、250人以上的伤亡。这已经非 IS 在全球的首次攻击，已经是连环性的攻击。如何强化戒备防范、提升反恐的警戒，已是各国目前加强讨论的课题。但是更令我们担心的是，印尼海外劳工安置暨保护局的局长瓦西德日前表示，包括台湾在内的若干亚太民主国家，如南韩、日本、香港的印尼移工，容易成为 IS 吸收的目标。瓦西德指出，他们发现韩国有2名印尼移工参加 IS， 在香港和台湾也有一些印尼的移工身上佩戴了 IS 象征的事物。面对印尼当局的警告，台湾政府做了什么？我们又回应了什么？我们民众了解什么是 IS 吗？我们民众能够分辨谁身上有佩戴 IS 象征的事物吗？对于印尼政府的警告，台湾的政府不能够轻忽。透过外籍人士来台湾工作，固然可以补充我国劳动力的不足，协助台湾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必须防范假借工作之名，施予我国收集情报，甚至进行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些移工。再进一步来说，其实目前台湾社会外籍人士透过蓝领劳工身份来台后，行踪不明的人数高达50000人以上。这些行踪不明的外籍劳工，有的受帮派的控制，限制行动自由，成为奴工；有的自行组织帮派，在台湾挑起是非，制造事端，以示台湾治安的隐忧。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当局必须积极面对来自国际的警告，提高反恐的作为，对恐怖分子活动的情形应该确实掌握。更重要的是，相关单位必须及早厘清解决国内反恐单位权责不清、叠床架屋的老问题。只要恐怖组织存在一天，恐怖攻击的阴影就挥之不去。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无法置外于国际社会，必须有所因应、有所准备，才能自保。谢谢。谢谢江委员。现在请陈委员欧博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
主席、苏院长、本院各位同仁，我手上所拿的是目前能源局所规划的能源开发评估政策的说明书。目前说明书里面的评估方案，从 C1 到 C6， 这里面呢将合适呢列入选项。本席认为，因合适无法安全运转，不应该将此列为选项之一。本席也认为，能源开发政策评估说明书里面呢所提的各项的政策，是有关台湾未来的能源重大政策之一，应该等520新政府上任之后呢，再由新政府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能源局不应该在此时此刻将这个说明书呢送由环保署来审查。在104年9月的时候，美商七公司呢在香港对合适履约提出仲裁，奇异公司到底要求多少赔偿金额？本席呢两次询问台电公司要求提供仲裁的金额，但是台电公司两次都拒绝提供这样的一个奇异公司的要求的赔偿金额。在去年全国能源会议里面，本席两天都有参与，在能源会议的背景资料里面特别提到，有关核四的相关安全系统设计是否符合美国核管会的规定，要由美国核管会来认定，而非包商一公司来认定。从过去的各项资料到现在，有关核四的相关安全的系统设计里面呢，台电至今仍然无法提供美国所核定的这些相关的认证。因此本席认为核四的安全是有疑虑的。从以上可确认台电明显就知道这个事实，而且早为废核四准备。本席认为，核四既然无法安全运转，就应该立即废除，而不应该再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办理封存。在去年的9月3号，本席跟蔡适应委员跟黄国章委员在核市场前跟人民承诺，进入立法院以后继续推动废核市。本席也积极建议，未来能够将核市所已经有的这些设备能够转售给其他国家，像英国，来作为其他电厂的使用。以上说明。谢谢陈委员。现在请孔委员文集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主席，各委员，大家早安。最近南海的议题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最关切的议题，风云变化，变化莫测，特别是对美国跟中国这个都关心南海的主权的这个议题。我们知道，因为菲律宾在国提出了国际仲裁的法庭案，叫南海仲裁案。马总统呢，在今年的1月28号的时候，登上了太平岛，就是要回应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关切。因为太平岛是我们国家的主权之一。所以马总统在1月28号登上太平岛呢，就是宣示太平岛就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领土。那为了积极回应这个太平岛是我们的主权，外交部呢第一次在前天的时候3月25号邀请了国际的媒体登上了太平岛，邀请像 CNN 半岛电视台华尔街日报、美联社，还有这个路透社全部登上太平岛。到了太平岛之后，看到我们的驻地官兵可以说是驻扎在那里看到我们的国旗飞扬然后也看到了当地的设施码头还有这个硬体的设施国际媒体都认为太平岛是一个岛，不
不是礁，啊，他们也在那边啊，也跟我们的官兵啊，海巡署也提供了20只鸡啊，所以见证呢，太平岛啊是一个岛，不是礁啊，这样的一个外交部所规划的这个邀请国际媒体登上太平岛啊，这个是一个红声专案啊，这个可以说是有力的宣示了，在国际社会里面，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太平岛是有充分的这个主权。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对我们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对国际法庭在南海仲裁案里面呢啊，可以反驳来澄清菲律宾所提出的啊，这个南海是一个礁不是岛这样的一个争议。所以我觉得我们马政府在宣示太平岛啊作为一个我们南海的主权呢、啊，这个方面是有非常积极的动作。本席呢是希望新的政府5月20号上台之后呢，也要继续的来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要继续的捍卫啊，在国际社会有力的发声啊，包括太平岛啊，包括我们其他的领土啊，包括钓鱼台啊，都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啊。我觉得新政府啊，在未来啊执政之后，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绝对不能轻言放弃。要在国际社会要有力的宣示我们的主权。谢谢孔委员，现在请吴委员自言发言，发言时间为3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国立故宫博物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馆藏非常丰富，但是它过去啊展场的空间不足，而且地处北台湾，所以许多中南部的民众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就近来随时参观。那一直到去年底呢，故宫的南院终于开始营运了，试营运了哈。但是许多南部乡亲呢、啊，因此虽然不必长途跋涉就可以看到世界级的艺术，但是实在是预约无门呐、啊。原来他是希望能够平衡南北均衡的发展，也让南台湾有一个文创观光的新亮点。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是采用预约网络预约的方式，所以一开始他是限定每天只有1000人，后来大家表示名额太少，所以今年1月开始增加为1750人，2月的时候又再增加为5000人，看起来有增加，但是。每个月只要一开放登记，下一个月的预约额度马上就满了啊，所以许多人根本预约无门，对中南部的乡亲尤其是不公平啊。我们看台北的故宫一年整个参观人数大概有500多万人啊，平均每一天都会有15000人左右。那目前南院试营运的限制啊，只有台北的参观人数的1/3，而且。一直这个试营运超过半年的时间呢，云嘉南地区的民众啊，虽然他说可以免费的参观，但是你限制的这个预约的人数里面，北部的民众也会来登记每天的参观名额，所以造成中南部乡亲呢，虽然有免费参观的机会，但是实际上根本预约不到进入南院参观的机会。所以这个原来要照顾南部乡亲的这个美意啊，可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呢，本席建议故宫博物院应该尽速的完成试营运的阶段，正式的开始营运，全面开放所有民众来入内参观。在试营运的这段期间，应该要特别增加云嘉南地区民众预约参观的名额，这样才是真正加惠云嘉南在地的乡亲。啊，我想，不要让云嘉南的乡亲啊，经常经过看得到这个我们故宫南院的大门，但是网络一开放，马上就秒杀，还要跟所有全台湾的人一起来竞争，变成说看得到，但是预约不到，只看到大门，但是进不了这个门。我们希望故宫博物院立即改善啊，立即进入早一点进入这个。正式营运的阶段，并特别保障中南部民众预约的权利。谢谢。谢谢吴委员，现在请李委员燕秀发言，
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各位院会同仁，在现场各位媒体，大家早安。透过今天早上的国事论坛，我要针对于裁员基础不稳、长照全面溃堤，来再一次跟未来马上要执政的民进党再一次的呼吁哦。选前蔡主席说，未来承诺未来当选不会加税，林权准阁揆也讲说不会是加税的院长。但是日前却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们，未来为了增加长照的裁员，未来指定税源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他也告诉民众，借着在电台也告诉民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接受额外的服务就势必要增加税源。民进党在选前选后的态度是不一致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回来探讨民进党所谓指定税源的部分。第一，他接下来是要从未来的遗赠税从10%调涨到20%，营业税的部分从现行的5%增加0.5%到5.5%哦。我们看到这两个税源，事实上都是一般民众我们所感受到的所谓的机会税。所谓的未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富人的要课征富人税，有时候他们会涨缴，因为他们会想办法避税。未来万一如果是经济不景气的状态，如何营业税是不是有机会增加到一定的裁员？我相信是未来的政府没有办法把握的。我苦口婆心的再一次说，我们希望长照要走得长，走得远，长照要一次到位，让所有的民众感受到过去这么多年，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立委，在立院讨论那么长久的长照，我们希望是一次到位的。虽然我们未来准阁揆认为长照的内容不重要，但是本席却以为我们在院会长期这一段时间讨论，在卫环讨论了长照未来，无论是要照护的对象，无论是照护的内容，无论是照护者的权益哦，未来从哪里来，我认为其实内容是最重要的。长照如何一次到位，走得长走得久，不会拖垮我们下一代的财政，其实政府的预算大饼就这么一点点，长照未来如何做，其实是我们关切的，是我们希望他做得好、做得远、走得长。所以再一次透过今天国事论坛这个机会，我再一次呼吁未来的准阁揆、准行政团队，再一次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未来长照的裁员如何是稳定的状态，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以上，谢谢。谢谢李委员。现在请徐委员曾卫发言，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还有我们这个立院的同仁，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本席还是要对我们流感的部分 A 流、B 流，这政府防疫请加加油。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在农业社会里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个整个这个都有它的周期性，尤其在防疫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也有个周期性。在花莲县，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特别为全国的这个疫情啊，这个流感的部分以及很多的疫情都有一个顺口溜，我想在这里本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顺口溜是这个：冬尽春来长病毒，清明扫墓恙虫多，春梅过后登革热，秋后十月流感来，全民防疫好过年。其实这个春天熬不心嘛，熬不平啊，持续入秋入春哦，尤其是今天早上又发布了我们这个严寒特报、啊、那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呢，它的气候变化非常的大，在 A 流未平 ，B 流又起。那春天过后，又是我们的这个长病毒，尤其是这个疾病署在这个特别的警告，
这个四年当中还没有一次大流行，预告今年会有一次的长病毒的大流行。然后特别这个组成的应变小组也跟教育部，我们开始启动了这个727的这个停课的原则方案。在这里，这个本席呼吁啊，在这个因为长病毒在这个幼稚园的流行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全国，我们的这个大家一起来防疫。那在清明扫墓，在这个期间呢，会有恙虫，特别是恙虫的部分，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了解，恙虫。被恙虫这个咬伤以后，很容易有发高烧，也很容易误诊。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这个疾病署能这个全面的宣导啊，因为这个肠病，这个我们的恙虫病，它的致死率非常的非常的高，有高到60%。那这个有鉴于这个。再来就是登革热的，有鉴于从去年我们台南的登革热大流行，这个疫情哦非常非常的严重，付出了非常大的社会成本，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本席啊呼吁我们这个在医疗上面真的要注意，我们未来在这个我们的医疗器具还有病床的需求，以及我们医护人力。卫教的宣导，大家这个缺一不可，全民动起来，更建制我们各级的医疗资源调度机制，均衡全台的这个各区的资源，防患于未然，将这个国人的健康风险降到最低，也国人大家防疫一起来，让我们一年四季四季平安。谢谢徐委员，现在请廖委员国栋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最近转型正义之声啊，风起云涌。本席在这里再一次的特别，对于针对原住民的土地的转型正义啊，在这里表达一些看法。原住民族的土地，过去呢传统上是公有，所以他们不会去登记。那么后来呢，在民国58年、68年、78年的三次的总登记当中，由于原住民地区啊比较偏远，然后又不按法令，所以有很多人呢、并没有去登记这个土地的相关权利。没有想到呢，在78年之后，所有未登记的土地啊，全部变为中华民国国有。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问题呢，我们在民国96年开始呢，办理了一个补办漏报征划编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土地啊，仍然在几个重要的机关，包括国有财产署。林务局、退抚会以及台糖等机关的手中，在这个几个机关当中，最具善意来处理原住民保留地的，应该是属于国有财产署。林务局最牛，退抚会最硬，那么台糖啊，假民营之说呢，一直拒绝来处理原住民的土地。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困难重重，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喊转型正义的这个时候，本席啊认为原住民的土地是首先必须要优先处理的转型正义的项目之一，所以本席提议，第一个呢，原住民族委员会应该啊尽快的来研议放宽补办漏报征划编的计划的标准。包括他的举证的责任，一个原住民如何去哪里找到这个所谓的举证的证据呢？证明呢？所以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原住民是非常不公平的。第二，在原住民族地区的部落周边3公里的半径以内的所有的公有地啊，应该即刻予以冻结啊，然后转给原民会来管理，由原民会当管理机关，纳入原住民保留地的可申请的土地，然后清采以后由当地部落原住民申请办理，这个才是整个转型正义的一个核心的精神。过去还我土地喊到现在，
将近三十年，成效有限。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用更大的诚意来支持转型正义原住民的土地的部分。谢谢廖委员，现在请王委员惠美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在民国一百年底来修正，那老农津贴调整之后每个月可以领7000元，另外还订了一个排付条款，我们规定了农民一年非农业所得不得超过50万元，农舍以外的土地跟房屋的价值二者合计不得超过500万元以上者，以及没有农舍的农民拥有的自用住宅公告价值不得超过400万元。几年的实行下来，因为各县市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变化，出现了许多原本领有所谓的老农津贴的老农们，陷入了看得到津贴却领不到津贴的一个困境。原因在于现行老农津贴排付的关键是在于土地公告限值的一个高低。许多老农向本席来反映，自己名下没有增加任何一笔土地，也没有炒作土地做投资，只单单因为土地公告限值的一个调整，原本领得到津贴，一夕之间突然被列在排付的一个范围，实在冤枉。这些辛勤的老农们，整日呢在农地里挥汗耕作，从没想过要靠土地来支付。只因为靠自己的劳力来在仅有的农地上来做耕种养家活口，然而这些老农们却必须因为周遭工商业的一个发展导致土地增值而被迫变成了一个假富人。对这些老农来说，从头到尾就只有自己耕作的这些田地莫名的被排除在外，实在是有失公平。因此本席呼吁我们的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照顾老农的权益必须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对原领有这个老农津贴的老农们，不应持有未变动的土地因公告限值调涨而丧失了他应有领取的一个资格。除此之外，对于民国87年11月11日老农福利津贴暂行条例修正通过后才加入农保或劳保的这些渔会甲级农渔的这个甲级会员，本席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只要缴交保费20年以上的老农们，也有请领津贴的一个机会，来照顾他们晚年的一个生活。以上。谢谢王委员。吕委员玉林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人数4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宴会，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18日上午9时至上午9时23分，10时至12时16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21分，3月22日上午9时至12时8分，下午1时53分至2时12分，20时30分至4时47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李委员燕秀等111人，请假委员陈委员写生等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张善政等11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18案、第122案至228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19案至121案，均决定同意撤回。第229案、230案、232案、第236案、第237案，为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231案、第233案至第230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执行事项。本院委员会执行部分20件。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决定一，将各委员发言记录及书面质询函送行政院，请就未答复部分予以书面答复；二，已提出之书面质询尚未登载公报者，一律补刊。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五案、第七案、第九案至第11案、第13案至第17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3案、第4案、第12案均决定暂不予处理。第6案决议交本院资信处研处。第8案决议有关建请行政院签件，并逐步研议整体迁都事宜，函请行政院研处。有关本院签件部分，交本院总务处研处。第18案决议另定期处理。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五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孔文琪等18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3案，本院委员孔文琪等18人拟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2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4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22人拟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2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5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21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24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23人拟具《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23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3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19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九案，本院委员蔡益瑜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蔡益瑜等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2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十七人拟具《民用航空法》第58条之一及第9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十九人拟具《发展大众运输条例》第9条及第9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萧美琴等十八人拟具《入出国籍移民法》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萧美琴等十九人拟具《国防法增订》第2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萧美琴等十九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二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9条第89条之一及第89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九人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二十六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二十五人拟具《铁路法》第62条及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二十二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89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二十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二十三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十八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十七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增订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十九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十九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十六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下一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罗志正等十八人拟具《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删除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条文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九人拟具《人民团体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八人拟具《羁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八人拟具《监狱刑刑法》第八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三二式行政院暴力驱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四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七人拟具《商业团体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五十四条及第七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钟孔照等二十六人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三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张宏禄的二十二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案，本院委员吕顺林的二十一人拟具《都市计划法》第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一案，本院委员吕顺林等十九人拟具《新市镇开发条例》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八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李应元的二十二人拟具《既有合法建筑物耐震评估与补强促进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十七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十六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六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七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七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八案，本院委员陈怡明等十九人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49案，本院委员陈英等20人拟具《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施行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外交及国防、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0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1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烟害防治法》第3条及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2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8人拟具《国民教育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3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9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第8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4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8人拟具《农业发展条例增订第25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5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18人拟具《医疗法》第6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6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16人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增订第54条之一、第56条之一及第56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7案，本院委员陈怡杰等17人拟具《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8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5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59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31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1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修宪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0案，本院委员林立成等18人拟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1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7人拟具《公司法》第43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2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17人拟具《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3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16人拟具《文化部组织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64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不当财产调查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5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增订第9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66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两岸事务监督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7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68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68案。本案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经附二读，并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10案，请问有无异议？好，
没有异议，本案奏如下之决定：报告事项第68案经付二读，并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10案。下一案。第69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10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0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第17条及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1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2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3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4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5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6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时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7案，本院委员段益康等16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7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7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学位授予法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原洋渔业条例草案、投资经营非我国及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及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与澳门避免航空企业双重课税协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结账表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三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推动与辅导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5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文化发展之评估与推动预算动写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机农产品验证及查核工作检讨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花东地区特色农产加工食品产业链价值研究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8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新鲜野生动植物富裕及急救园区计划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
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八十九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国内外及大陆地区旅费3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原列7亿5994万9000元冻结1/10解冻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一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文物管理及展览原列1亿7321万8000元冻结1/10解冻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二案，本院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文物登录与科技研习原列2260万3000元冻结1/5解冻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三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地震业务原列3亿9969万3000元冻结5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减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四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一般行政2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五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放射性物料管理1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六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三项决议时，减送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七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105年度预算决议，冻结业务推广费及广告费340万元及155000元之1/10一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八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综合规划业务预算冻结1/4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九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因应贸易自由化之政策规划协调与劳工支持服务预算冻结1/4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一百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加强脱销印尼与印度市场因应措施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1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透过中兴工程科技研究发展基金会对所投资吉星工程顾问公司之治理改善情形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2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台电公司外包人力弊案之处置与检讨改善专案报告、专案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3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汽车燃料使用费竞争管理之一般事务费9,035,000元冻结1/4，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4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民用航空局加班值班费1,014万5,000元冻结1/4，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5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道路交通安全预算2,07,045,700元冻结1/4，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6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航政业务规划及督导经费4,1619万元冻结1/5，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7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学校午餐品质管制及执行情形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8案，行政院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市政及法制业务冻结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业务经费75万元之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09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项下兼职费715万5千元，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冻结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0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预算冻结1/4解冻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民健康业务预算冻结1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防疫业务、慢性传染病防治业务及传染病防治医疗业务办理我国加入 WHO 2035消除结核第一期计划预算冻结1/3，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保健云计划预算冻结1/5，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一般行政预算10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以医疗科技评估建制卫生资源分配机制计划5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展计划预算3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提升国人气候变迁之健康势能与调适策略研究预算2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一般行政预算200万元含特别费，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1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社会保险行政工作国民年金保险业务一般行政费5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社会保险行政工作全民健康保险业务预算冻结1/4，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面对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政府依法应负担之36%保险费金额，未来可能造成政府财政巨额负担，请行政院及早研谋因应，并提出专案报告，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综合规划业务预算5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央健康保险署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公预算2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央健康保险署计划业务预算500,000元，解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预后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央健康保险署医审及药材业务预算500,000元，请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央健康保险署健保业务预算2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央健康保险署医务管理业务预算1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国际医卫人才培育及医疗卫生援助合作预算1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2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应用研究及服务计划业务费150,000元，请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使用规费收入预算2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下一案。第13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导入健康风险评估科技及精进我国食品安全预算2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确保卫生安全环境整合型计划委办费冻结1/4，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使用规费收入之资料使用费2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确保卫生安全环境整合型计划奖补助费150,000元，请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导入健康风险评估科技及精进我国食品安全预算2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食品安全巨量资料分析及资讯科技化建制计划预算冻结1/5，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1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食品药物管理业务之食品业务预算冻结1/5，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3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办理药品查验登记业务之委办费冻结1/4，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4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查验登记技术性资料评估及审查计划委办费1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4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医疗器材及化妆品管理业务预算500,000元，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4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办理强化药品上市后之安全性等业务预算冻结1/4，减送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环境科学及技术之研究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不含人事费预算冻结1/4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国际合作永续发展及科技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加强精神环保建设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体性环境保护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以纯式矿山干地建构具天然灾害应变废弃物处理能量设施计划预算冻结45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4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5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5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空气品质管理策略规划及推动预算冻结15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5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固定空气污染源管制预算冻结15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5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事业废水行政管制及经营诱因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5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工业区下水道与生活污水管制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5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事业废弃物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5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毒性化学物质运作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第15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毒性化学物质灾害防救体系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案。
第15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推动区域环境保护工作预算度及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5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预算动议10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6，简送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8，简送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预算冻结45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9，简送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预算冻结45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15，简送全球大气品质保护预算冻结26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16，简送全球大气品质保护冻结预算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17，简送全球大气品质保护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18，简送全球大气品质保护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19，简送湖泊水库及河川污染防治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8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署主管第一项决议20，简送湖泊水库及河川污染防治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69案，行政院函请本院重组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6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70案，行政院函为10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施护照条例，定自105年1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71案，行政院函为104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10款与第11款及第18条之第19条之的定自105年1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72案，行政院函为104年7月1日制定公布之海洋委员会组织法及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组织法，定自105年7月4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73案，行政院函为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定自105年1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财政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74案，行政院函为104年12月16日制定公布之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定至105年1月15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
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75案，行政院函为104年12月16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定至105年1月15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76案，行政院函为104年12月30日制定公布之《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定至105年1月20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77案，行政院函为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条文，定至105年3月15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78案，行政院函为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之保险法第177条之一条文，定至105年3月15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79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动产担保交易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施行细则第3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1案，司法院函为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定至105年1月15日施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0案，财政部函送驻意大利台北代表处与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避免所得税双重课税及防堵逃税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3案，财政部函为修正财政部关税署台北关办事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4案，财政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函送房地合一课税所得税税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财政、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这一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105年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住院应自行负担费用之最高金额，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西医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方案巡回地点列属药事法第102条所称无药事人员职业之偏远地区列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弱势儿童及少年生活辅助与托育及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第6条、第7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8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免自行负担费用办法第5条条文及第2条附表一、附表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9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检验预防及治疗费用给付办法名称修正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疗费用补助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押。第19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传染病防治医疗网作业办法第14条条文及第2条附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判定邮政患者之学医多氯联苯及多氯氟能检验补助项目及补助基准，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废止行政院卫生署专业奖章颁给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儿童及少年收储养媒合服务者许可及管理办法第1条及第3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第3条附表1及第6条附表5，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7案，卫生福利部内政部交通部函为修正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交通三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8案，经济部函送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 F0009 路野断层及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 F00103 E 断层，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199案，经济部函送山崩与地滑地质敏感区 L0011 桃园市、山崩与地滑地质敏感区 L0012 新竹县市及山崩与地滑地质敏感区 L0013 苗栗县，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0案，经济部函送地下水补助地质敏感区 G0005 台中盆地，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1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自愿性产品验证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2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地下水管制办法第13条、第17条及第17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3案，经济部函送流域综合治理计划103年及104年应急工程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4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织品标示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水量计检定检查技术规范，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6案，经济部、财政部函为修正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抵减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7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公开发行公司并购特别委员会设置及相关事项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电子票证管发行管理条例第5条之一及第2项移转款项限额及第3项一定条件及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第18条第3项主管机关规定用途及第4项一定比率金额，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0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股务处理准则第2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0案，国防部内政部函为修正体位区分标准第2条及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内政两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1案，国防部教育部函送现役军人营区在职专班招生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3案，劳动部函为修正技术式技能检定作业及市场规则第33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3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办事细则部分条文及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4案，内政部函为修正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区域内禁止事项第4.及第7点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5案，内政部函为修正直辖市县市不动产纠纷调处委员会设置及调处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会理监事候选人实际从事农业资格认定及审查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7案，考试院函为修正公务人员特种考试身心障碍人员考试规则部分条文及相关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8案，考试院函为订定体能测验规则、心理测验规则及修正国家考试偶发事件处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19案，侨务委员会函送105年度永久居留权取得困难之国家或地区及其居留资格认定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0案，教育部函为加强国民中学记忆教育办法名称修正为国民中学记忆教育实施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1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举办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2案，教育部函为修正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奖励补助办法第3条、第5条及第1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3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体水质监测站设置及监测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二氯甲醚检测方法正极晚吸收气象成绩以第电子捕捉侦测器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样品制备与萃取方法微波萃取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6案，客家委员会函送客家委员会推动研究机构参与客家产业群聚创新服务及研究发展补助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7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广播电视节目中继电台设置使用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8案，交通部函送观光游乐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及处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交通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下一案。第229案，外交部函为修正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报告委员会，第230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231案至234案，民进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其余个案均准予备查。
请宣读。第二百三十案及二百三十一案为本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有关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提报院会存查。第二百三十二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101年度决算书等案，均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33案及234案为本院财政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八委员会函，有关中华民国102及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半年结算及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分营业部分案，应已送达超过一年以上，依决算法第28条一纸提报院会。第23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吴委员之杨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郑卫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国勇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49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所提变更议程之动议。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提议之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六次会议建议变更议程，将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第62案，委员赖世葆等27人拟具《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修正草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11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做以下宣告。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报告事项第62案，委员赖世葆等27人拟具《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修正草案，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11案。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案，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5年3月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项法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邀请提案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旋即进行询答，并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原经决议，以上4案均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均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均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请段召集委员宜康补充说明。哦，不在场，那么我们就进行来处理。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依序进行逐条讨论。先进行洗钱防治法，请先读条文。第3条。第3条，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罪轻本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201条、第201条之一之罪；三、刑法第240条第3项、第241条第2项、第243条第1项之罪；四、刑法第296条第1项、第297条第1项、第298条第2项、第300条第1项之罪；五、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第2项至第4项，意图盈利犯第36条第1项之罪；六、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12条第1项至第3项、第13条第1项、第2项之罪；七、
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罪；八、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一项第一款锁定违反同法第155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157条之一第一项之规定；第171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及第174条第一项第八款之罪；九、银行法第125条第一项第125条之二第一项第125条之二第四项适用同条第一项第125条之三第一项之罪；十、破产法第154条第155条之罪；十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四条第六条之罪；十二、农业金融法第39条第一项第40条第一项之罪；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58条第一项第58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四、保险法第168条之二第一项之罪；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条第一项第57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六、信托业法第48条之一第一项第48条之二第一项之罪；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38条之二第一项第38条之三第一项之罪；十八、本法第11条之罪。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币500万元以上者，亦属重大犯罪。一、刑法第336条第二项第339条第344条之罪；二、政府采购法第87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至第六项第88条第89条第90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三项第91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三项之罪。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针对审查会通过洗钱防治法第三条之修正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7条。第17条，本法施行日起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针对第17条审查会之修正，请委员会有任何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我们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请先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条，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罪轻本行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二、刑法第201条第201条之一之罪；三、刑法第240条第三项第241条第二项第243条第一项之罪；四、刑法第296条第一项第297条第一项第298条第二项第300条第一项之罪；五、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意图盈利犯第36条第一项之罪；六、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12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七、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罪；八、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一项第一款锁定违反同法第155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157条之一第一项之规定；第171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及第174条第一项第八款之罪；九、银行法第125条第一项第125条之一第一项第125条之二第四项适用同条第一项第125条之三第一项之罪；十、破产法第154条第155条之罪；十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四条第六条之罪；十二、农业金融法第39条第一项第40条第一项之罪；十三、票券金融管理法第58条第一项第58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四、保险法第168条之二第一项之罪；十五、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条第一项第57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六、信托业法第48条之一第一项第48条之二第一项之罪；十七、信用合作社法第38条之二第一项第38条之三第一项之罪；十八、本法第11条之罪。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币500万元以上者，亦属重大犯罪：一、刑法第336条第二项第339条
第344条之罪；二、政府采购法第87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至第六项、第88条、第89条、第90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三项、第91条第一项、第二项后段、第三项之罪；第17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就来做决议。洗钱防治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继续进行贪污治罪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六条之一。第六条之一，公务员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检察官于侦查中发现公务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致公务员涉嫌犯罪时，及其后三年内其财产增加与收入显不相当时，得命本人就来源可疑之财产提出说明，无正当理由未为说明，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不明来源财产额度以下之罚金：一、第四条至第前条之罪；二、刑法第121条第一项、第122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123条至第125条、第127条第一项、第128条至第130条、第131条第一项、第132条第一项、第133条、第231条第二项、第231条之一第三项、第270条、第296条之一第五项之罪；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九条之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罪；五、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五条之罪；六、人口贩运防治法第36条之罪；七、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16条之罪；八、药事法第89条之罪；九、包庇他人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十、其他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所犯之罪。宣读完毕。好，我们第六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条。第二十条，本条例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5日修正之条文至95年7月1日施行，及105年3月25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我们贪污治罪条例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文修正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没有，我们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请宣读。第六条之一，公务员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检察官于侦查中发现公务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致公务员涉嫌犯罪时，及其后三年内有财产增加与收入显不相当时，得命本人就来源可疑之财产提出说明，无正当理由未为说明，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不明来源财产额度以下之罚金：一、第四条至前条之罪；二、刑法第121条第一项、第122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123条至第125条、第127条第一项、第128条至第130条、第131条第一项、第132条第一项、第133条、第231条第二项、第231条之一第三项、第270条、第296条之一第五项之罪；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九条之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罪；五、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五条之罪；六、人口贩运防治法第36条之罪；七、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16条之罪；八、药事法第89条之罪；九、包庇他人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十、其他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所犯之罪。
第二十条，本条例施行日起，除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五月五日修正之条文，至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其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条文，自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我们就做以下决议。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通信保障及监察法，请宣读条文第五条。第五条，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秩序、经济秩序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一、罪行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刑法第一百条第二项之预备内乱罪；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之预备暴动内乱罪或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项、第三百条、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三十九条之三或三百四十六条之罪；三、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关于违背职务行为之行贿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条之罪；五、药事法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或第八十三条第一项、第四项之罪；六、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项之罪；七、期货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条或第一百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八、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或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十、农会法第四十七条之一或第四十七条之二之罪；十一、渔会法第五十条之一或第五十条之二之罪；十二、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十三、洗钱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之罪；十四、组织犯罪条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后段、第二项后段、第六条或第十一条第三项之罪；十五、陆海空军刑法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二十条第五项、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罪；十六、营业秘密法第十三条之二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八、废弃物禁令法第四十六条之罪。前项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以书面申请盖棺法院核发。申请书应记载侦他字案号及第十一条之事项，其监察对象非电信服务用户应予载明，并检附相关文件及监察对象住居所知调查资料，市民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存以其他方法调查仍无结果，或以其他方法调查合理显示为不能达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险情形，检察官受理申请案件应于四小时内核复，如案情复杂得经检察长同意延长四小时，法院于接获检察官核准受理申请案件应于四十八小时内核复，审判中有法官依职权核发，法官并得于通讯监察书上对执行人员为适当之指示。前项申请不合法定程序不配理由未经释明或释明不足者，法院应予驳回，其申请经法院驳回者不得申明不服。执行机关应于执行监听期间内每十五日至少做成一次以上之报告书，说明监听行为之进行情形以及有无继续执行监听之需要。检察官或核发通讯监察书之法官，并得随时命执行机关提出报告。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自由新政判断后，发现有不应继续执行监听之情状时，应撤销原核发之通讯监察书。通讯监察书之申请应以单一监察对象为限，同意侦他字或相牵连案件得同时申请数张通讯监察书。宣读完毕。第五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公布后五个月施行；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三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条，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经济秩序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一、最新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刑法第一百条第二项之预备内乱罪；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之预备暴动内乱罪。或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一、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二项、第三百条、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三十九条之三或三百或第三百四十六条之罪。三、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关于违背职务行为之行贿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条之罪；五、药事法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第四项或第八十三条第一项、第四项之罪；六、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项之罪；七、期货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条或第一百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八、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或第五项或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九、公职员选举罢免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十、农会法第四十七条之一或第四十七条之二之罪；十一、渔会法第五十条之一或第五十条之二之罪；十二、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十三、洗钱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至第三项之罪；十四、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后段、第二项后段、第六条或第十一条第三项之罪；十五、陆海空军刑法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二十条第五项、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罪；十六、营业秘密法第十三条之二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七、森林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八、废弃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条之罪。前项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以书面申请盖棺法院核发。申请书应记载侦他字案号及第十一条之事项，其监察对象非电信服务用户，应予载明，并检附相关文件及监察对象住居所之调查资料。市民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曾以其他方法调查仍无结果，或以其他方法调查合理显示为不能达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险情形，检察官受理申请案件应于四小时内核复，如案情复杂，得经检察长同意延长四小时。法院于接获检察官核准核转受理申请案件，应于四十八小时内核复。审判中由法官依职权核发，法官并得于通讯监察书上对执行人员为适当之指示。前项申请不合法定程序不配理由未经市民或市民不足者，法院应予驳回，其申请经法院驳回者，不得申民不服。执行机关应于执行监听期间内，每十五日至少做成一次以上之报告书，说明监听行为之进行情形，以及有无继续执行监听之需要。检察官或核发通讯监察书之法官，并得随时命执行机关停出报告。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自由行政判断后，发现有不应继续执行监听之情状时，应撤销原核发之通讯监察书。通讯监察书之申请应以单一监察对象为限，同意增他字或相牵连案件，得同时申请数张通讯监察书。
第34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5年7月1日施行；96年7月11日及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公布后5个月施行；105年3月25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奏一下决议。通信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通过。最后，我们来进行证人保护法，请宣读第2条。第2条，本法所征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为限：一、罪嫌本行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刑法第100条第二项之预备内乱罪；第101条第二项之预备暴动内乱罪，或第106条第三项、第109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121条第一项、第122条第三项、第131条第一项、第142条第143条第一项、第144条、第145条第256条第一项、第三项、第257条第一项、第四项、第296条之一第三项、第298条。第二项第300条、第339条、第339条之三或第346条之罪；三、贪污治罪条例第11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2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3条之罪；五、药事法第82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83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六、银行法第125条之罪；七、证券交易法第171条或第173条第一项之罪；八、期货交易法第112条或第11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8条第四项、第11条第四项、第1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或第13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十、公职员选举罢免法第88条第一项、第89条第一项第二项、第90条之一第一项、第91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91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一、农会法第47条之一或第47条之二之罪；十二、渔会法第50条之一或第50条之二之罪；十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之罪；十四、洗钱防治法第9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五、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一项后段、第二项后段、第6条或第11条第三项之罪；十六、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二之罪；十七、陆海空军刑法第42条第一项、第43条第一项、第44条第二项全段、第5项、第45条、第46条之罪。宣读完毕。好，有，里面都有。我们的那个里面都有资料啊，议事日程里面有资料，可以吧？那么证人保护法第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23条。第23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5年7月1日施行及105年3月25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证人保护法第2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条，本法所称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为限：一、罪嫌本行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刑法第100条第二项之预备内乱罪；第101条第二项之预备暴动内乱罪，或第106条第三项、第109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121条第一项、第122条第三项、第131条第一项、第142条第143条第一项、第144条、第145条、第256条第一项、第三项、第257条第一项、第四项、第296条之一第三项、第298条第二项、第300条、第339条、第339条之三或第346条之罪；
三、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四、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条之罪；五、药事法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八十三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六、银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罪；七、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或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项之罪；八、期货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条或第一百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八条第四项、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或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之罪；十、公职员选举罢免法第八十八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九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条之一第一项之罪；十一、农会法第四十七条之一或第四十七条之二之罪；十二、渔会法第五十条之一或第五十条之二之罪；十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之罪；十四、洗钱防治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十五、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后段、第二项后段、第六条或第十一条第三项之罪；十六、营业秘密法第十三条之二之罪；十七、陆海空军刑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四十四条第二项全段、第五项、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之罪；第二十三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及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证人保护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一百零五年三月九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将本案等提出审查，邀请内政部长陈威仁及提案委员王定武等说明提案要旨。会议邀请内政部部长陈威仁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经济部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黄兆顺担任主席。与会委员经充分讨论、审慎圆桌后，将本案审查完竣，通过附带决议一项，拟具并案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黄召集委员赵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黄委员赵顺补充说明。好，谢谢。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灾害防救法第二条，请宣读条文。第二条，本法专用名词定义如下：一、灾害，指下列灾难所造成之祸害：一、风灾、水灾、震灾（含土壤异化）、旱灾、寒害、土石流灾害等天然灾害；二、火灾、爆炸、公用气体与柔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空难、海难、陆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灾、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生物病原灾害、动植物异灾、辐射灾害、工业管线灾害等灾害；二、灾害防救，指灾害之预防、灾害发生时之应变及灾害之复原重建等措施；三、灾害防救计划，指灾害防救基本计划、灾害防救业务计划及地区灾害防救计划；四、灾害防救基本计划，指由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全国性灾害防救计划；五、灾害防救业务计划，指由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及公共事业就其整理业务或事务拟定之灾害防救计划；六、地区灾害防救计划，指由直辖市、县市及乡镇市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直辖市、县市及乡镇市灾害防救计划。宣读完毕。灾害防救法第二条，我们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条。第三条，各种灾害之预防、应变及复原重建，以下列机关为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一、风灾、震灾（含土壤异化）。
土壤异化、火灾、爆炸灾害、内政部；二、水灾、旱灾、矿灾、工业管线灾害、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经济部；三、寒害、土石流灾害、森林火灾、动植物异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四、空难、海难、陆上交通事故，交通部；五、毒性化学物质灾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六、生物病原灾害，卫生福利部；七、辐射灾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八、其他灾害，依法律规定或由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指定之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请向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就其主管灾害防救业务之权责如下：一、中央及直辖市、县市政府与公共事业执行灾害防救工作等相关事项之指挥、督导及协调；二、灾害防救业务计划订定与修正之研拟及执行；三、灾害防救工作之资源处理；四、非属地方行政辖区之灾害防救相关业务之执行协调及违反本法案件之处理；五、灾害区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辖市、县市行政区或灾情重大且直辖市、县市政府无法因应时之协调及处理。宣读完毕。好，灾防救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七条。第七条，中央灾害防救汇报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别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长就政务委员、秘书长、有关机关首长及具有灾害防救学士经验之学者、专家学者派兼或聘兼之，为执行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灾害防救政策，推动重大灾害防救任务与措施，行政院设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之主任委员一人，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并设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之专职人员，处理有关业务，其组织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灾害防救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中央灾害防救汇报及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有关灾害防救工作之相关咨询，加速灾害防救科技研发及落实，强化灾害防救政策及措施，为有效整合运用救灾资源，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国内各搜救单位资源，执行灾害事故之人员搜救及紧急救护之运送任务。内政部消防署执行灾害防救业务，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中心主管机关执行灾害资源统筹、资讯汇整与防救业务，并应协同相关机关执行全民防灾预防教育。宣读完毕。灾害防救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三十四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何新存等提案第三十七条之三不予增订，委员黄伟哲等提案第三十七条之三不予增订，委员何新存等提案第三十七条之四不予增订，委员何新存等提案第三十七条之五不予增订，委员何新存等提案第三十七条之六不予增订，第三十九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趁灾害之际而故犯窃盗、诈欺、恐吓取财、抢夺、强盗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规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宣读完毕。第四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灾区民众所需重建或修缮资金予以低利贷款，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各级政府编列预算执行之，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宣读完毕。第四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四十四条之一。
第44条之一，灾区受灾居民购屋贷款之自用住宅，经各级政府认定因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者，得经原贷款金融机构之同意，以该房屋及其土地抵偿原贷款债务。内政部得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就承受原贷款余额予以利息补贴。前项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补贴利率，自用住宅因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二。第44条之二，金融机构对灾区受灾居民于灾害前已办理之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之偿还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应免予计收，并由中央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制。前项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三。第44条之三，灾区受灾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免纳所得税。营利事业通过合于所得税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之机关团体，对灾区受灾居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赠，得于申报所得税时列为当年度费用或损失，不受金额之限制，不适用所得税法第36条第二款之规定。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地价税及房屋税。前项一定条件减免期限及范围，由灾区之直辖市、县市政府以自治条例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公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宣读完毕。好，增订第44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四。第44条之四，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其应自付之保险费、医疗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由中央政府指引并得以民间捐款为来源，其资格条件、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卫生福利部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四，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五。第44条之五，农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劳工保险及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应负担之保险费，由中央政府指引。劳工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致伤病者，得请领伤病给付，其所需经费由中央政府指引。第二项被保险人之资格、请领条件及付额度、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分别由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及劳动部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五，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六。第44条之六，地区低收入户未申请政府优惠融资或其他补助，经金融机构核放创业融资贷款者，得由卫生福利部对承办该贷款之金融机构补贴利息，其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新台币150万元。前项利息补贴额度及申办作业程序，由卫生福利部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六，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44条之七。第44条之七，灾区之农地余温与其他农业相关设施向金融机构贷款之担保品全部毁损或灭失者，其担保品得由金融机构依贷款余额已予以承受。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承受者，由政府就其承受金额最高80%之范围内予以补助。有关承受补助之范围、方式、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第44条之七，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林俊宪、
等提案第44条之三不予增订，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八。第44条之八，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予以纾困，请向发生营运困难产业或企业之认定纾困措施与基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拟定报行政院核定。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于灾害前已办理之贷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偿还得予以展延，请向展延期限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第三项合议展延期间之利息损失，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补贴金融机构。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于其复工营业计划范围内所需营业资金向金融机构之贷款，其贷款之利息于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之范围内予以补贴，且向贷款必要时，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信用保证成数为90%，送保期间保证手续费免向受灾企业计收。请二项补贴范围及作业程序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八，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九。第44条之九，灾区受灾民众对就其所受损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之人，提起民事诉讼者，暂免缴纳裁判费，于申请强制执行时，并暂免缴纳执行费，请向诉讼受灾民众为保全强制执行而申请假扣押或假处分者，法院依民事诉讼法所命公之担保，不得高于请求标的金额或价额之1/10。前项担保得由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法院就第一项诉讼所为灾区受灾民众胜诉之判决，得依职权宣告假执行，法院因宣告假执行所命预公之担保，准用前2项规定。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九，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44条之十。第44条之十、第44条之一至第44条之九所称灾区，只因风灾或震灾或其他重大灾害造成严重人命伤亡之受创地区，其范围由行政院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宣读完毕。增订第44条之十，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45条维持现行法条文。第40条之一，请宣读。第47条之一，对于因灾害失踪之人，有事实足认其却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法院得依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确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时间，前项申请应于灾害发生后1年内为之。第一项之失踪人，以法院裁定所推定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确定死亡与死亡时间之裁定及该裁定之撤销变更，本法未规定者，准用家事事件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规定。法院准许第一项之申请者应公示催告，并准用家事事件法第130条第三项、第四项、第156条第二项之规定，其呈报期间应定为自揭示之日起3星期以上2个月以下。宣读完毕。第40条之一、47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52条。第52条，本法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修正之第44条之一至第44条之时，自104年8月6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5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二条，本法专用名词定义如下：一、灾害，指下列灾难所造成之祸害：一、风灾、水灾、震灾（含土壤异化）、旱灾、寒害、土石流灾害等天然灾害；二、火灾、爆炸、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空难、海难、陆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灾、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生物病原灾害、动植物异灾、辐射灾害、工业管线灾害等灾害。二、灾害防救，指灾害之预防、灾害发生时之应变及灾后之复原重建等措施。三、灾害防救计划，指灾害防救基本计划、灾害防救业务计划及地区灾害防救计划。四、灾害防救基本计划，指由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全国性救灾防灾害防救计划。五、灾害防救业务计划，指由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及公共事业就其整理业务或事务拟定之灾害防救计划。六、地区灾害防救计划，指由直辖市、县市及乡镇市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直辖市、县市及乡镇市灾害防救计划。第三条，各种灾害之预防、应变及复原重建，以下列机关为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一、风灾、震灾（含土壤异化）、火灾、爆炸灾害（内政部）；二、水灾、旱灾、矿灾、公用管线灾害、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经济部）；三、寒害、土石流灾害、森林火灾、动植物异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四、空难、海难、陆上交通事故，交通部；五、毒性化学物质灾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六、生物病原灾害，卫生福利部；七、辐射灾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八、其他灾害，依法律规定或由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指定之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前向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就其主管灾害防救业务之权责如下：一、中央及直辖市、县市政府与公共事业执行灾害防救工作等相关事项之指挥、督导及协调；二、灾害防救业务计划订定与修正之研拟及执行；三、灾害防救工作之支援处理；四、非属地方行政辖区之灾害防救相关业务之执行协调及违反本法案件之处理；五、灾害区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辖市、县市行政区，或灾情重大且直辖市、县市政府无法因应时之协调及处理。第七条，中央灾害防救汇报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别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长就政务委员、秘书长、有关机关首长及具有灾害防救学士经验之学者、专家学者派遣或聘兼之，为执行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灾害防救政策，推动重大灾害防救任务与措施，行政院设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人，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并顺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之专职人员处理有关业务，其组织由行政院定制。行政院灾害防救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中央灾害防救汇报及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有关灾害防救工作之相关咨询，加速灾害防救科技研发及落实，强化灾害防救政策及措施，为有效整合运用救灾资源，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设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国内各搜救单位资源，执行灾害事故之人员搜救及紧急救护之运送任务。内政部消防署执行灾害防救业务，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执行灾害资源统筹、资讯汇整与防救业务，并应协同相关机关执行全民防灾预防教育。第四十一条，趁灾害之际而故犯窃盗、诈欺、恐吓取财、抢夺、强盗之罪者，得依刑法之规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四十四条，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灾区民众所需重建或修缮资金予以低利贷款，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各级政府编列预算执行之，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第四十四条之一，灾区受灾居民购物贷款之自用住宅，经各级政府认定因灾害毁损、因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者，得经原贷款金融机构之同意，以该房屋及其土地抵偿原贷款债务。内政部得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就承受原贷款余额
予以利息补贴，情商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补贴利率，自用住宅因灾害毁损至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第44条之二，金融机构对灾区受灾居民于灾害前已办理之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之偿还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应免予计收，并由中央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其向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第44条之三，灾区受灾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免纳所得税。盈利事业通过合于所得税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之机关团体，对灾区受灾居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赠，得于申报所得税时列为当年度费用或损失，不受金额之限制，不适用所得税法第36条第二款之规定。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地价税及房屋税，其向一定条件减免期限及范围，由灾区之直辖市县市政府以自治条例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之救助性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抵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第44条之四，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其应自付之保险费、医疗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由中央政府之应必得以民间捐款为来源，其资格条件、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卫生福利部定之。第44条之五，农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劳工保险及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应负担之保险费，由中央政府指引。劳工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致伤病者，得请领伤病给付，其所需经费由中央政府指引。前二项被保险人之资格、请领条件、给付额度、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分别由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及劳动部定之。第44条之六，灾区低收入户未申请政府优惠融资或其他补助，经金融机构核放创业融资贷款者，得由卫生福利部对承办该贷款之金融机构补贴利息，其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新台币150万元。前项利息补贴额度及申办作业程序，由卫生福利部会商相关机关定之。第44条之七，灾区之农地余温与其他农业相关设施向金融机构贷款之担保品全部毁损或灭失者，其担保品得由金融机构依贷款余额予以承受，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承受者，由政府就其承受金额最高80%之范围内予以补助，有关承受补助之范围、方式、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第44条之八，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予以纾困，前项发生营运困难产业或企业之认定纾困措施与基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拟定，报行政院核定。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于灾害前已办理之贷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偿还得予以展延，前项展延期限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第三项合议展延期间之利息损失，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补贴金融机构。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于其复工营业计划范围内所需营业资金向金融机构之贷款，其贷款之利息于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之范围内予以补贴。前项贷款必要时，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信用保证成数为90%，送保期间保证手续费免向受灾企业计收。前二项补贴范围及作业程序，由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44条之九，灾区受灾民众对救济所受损害应法应负赔偿责任之人提起民事诉讼者，暂免缴纳裁判费，予以申请强制执行时，并暂免缴纳执行费。前项诉讼受灾民众为保全强制执行而申请假扣押或假处分者，法院依民事诉讼法所命公之担保。
不得高于请求标的金额或价额之十分之一，前项担保得由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法院就第一项诉讼所谓灾区受灾民众胜诉之判决，得依职权宣告假执行，法院应宣告假执行所命预供之担保准用前两项规定。第四十四条之十、第四十四条之一至第四十四条之九所称灾区，只因风灾或震灾或其他重大灾害造成严重人命伤亡之受创地区，其范围由行政院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第四十四七条之一，对于因灾害失踪之人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或未发现其尸体者，法院得依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确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时间，前项申请应于灾害发生后一年内为之。第一项之失踪人，以法院裁定所确定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确定死亡与死亡时间之裁定及该裁定之撤销变更，本法未规定者，准用家事事件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规定。法院准许第一项之申请者应公示催告，并准用家事事件法第130条第三项、第四项、第156条第二项之规定，其呈报期限应定为自接事之日起三星期以上二个月以下。第52条，本法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20日、25日修正之第44条至第44条之时，至104年8月6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哦，好，那我们请黄委员招顺先发言。主席以及各位同仁，我想针对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出文字修正如下。第一个，为了增订第44条之十，条文规定一致，所以增订第44条之四，其中之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因天然灾害受灾者，文字修正为灾区受灾之全民健康保险的保险对象。第二，为增订第44条之十，条文规定一致。增订第44条之五第一项中的农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劳工保险以及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受灾者，文字修正为灾区受灾之农民健康保险。逗点，顿点，国民年金保险，顿号。劳工保险以及就业保险被保险人。第三个，增订第44条之十中的风灾或震灾或其他重大灾害，文字修正为风灾顿号震灾或其他重大灾害，请院会以及各位委员支持，谢谢。好，谢谢黄委员。现在请黄委员郭昌发言。院长及各位同仁哦，针对灾害防救法刚刚三读修正48条之八第二项的规定，建议文字修正将前项发生营运困难产业或企业之认定中，产业或三个字删除。那理由在于，在44条之八的第一项明确规范，主体为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予以纾困。在第一项明文，它只有企业而不包括产业。那第二项主要是针对第一项去制定执法的时候的授权规定，因此第二项的主体必须要限为前项发生营运困难企业之认定，而不包括产业。
那第二项跟第一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是因为本来在提案的时候是有包括产业或企业，一二项都有产业或企业，但是在实质修正第一项的时候，已经限于了灾区受灾企业因受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那因此，第二项既然是针对第一项所为的授权命令，授权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那因此必须要将产业或三个字删除，才会在整个立法体例上面完全一致。那针对这项文字修正，敬请各位同仁支持，谢谢。好，谢谢黄委员。那么，请问院会针对刚才两个提出的修正文字的意见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照黄委员昭顺及黄委员国昌所提意见做文字修正。好，那么在防救法的修正，我们要做以下决议：灾害防救法增订第44条之一至第44条之10条文，并将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41条、第44条、第47条之一及第52条条文修正通过。谢谢，谢谢啊！这个今天通过三个法律案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那么我们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宣读附带决议：有鉴于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119勤务派遣系统关乎救灾指挥效率及人员调度派遣效能，影响防救灾结果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甚巨。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全国各地方政府碍于经费，各地消防局仍有未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之状况，未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遣效能，促使救灾勤务作业数位化、管理资讯化及决策科技化之目标。建请内政部研拟相关计划，编列相关预算，补助全国各地方政府消防局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以提升防救灾效能，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宣读完毕。好，那么针对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做以下决定，照案通过。那么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那么我们现在每位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先请黄委员国昌发言。院长及各位同仁，今天本院完成灾害防救法三读的工作，我相信对于接下来在发生灾害事件的时候，重大灾害事件因此受灾的民众，他们的权益能够更有保障。国昌在这边代表时代力量党团，表示非常高兴跟国民党以及民进党还有亲民党的委员们能够共同努力完成这项修法的提案。那其中要特别指出来的是，过去灾民在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如果就其损害之发生有应负责任的第三人存在，往往因为受灾没有办法及时的提起诉讼，在诉讼上面去寻求他们法律的救济。这一次灾防法里面特别明文规定了，就有关于提起诉讼的时候暂免缴纳裁判费，以及如果命假扣押假执行的时候所供担保的金额不可以超过1/10，也使得地方主管机关可以透过出具保证书的方式
来代替担保金的提存，对于灾民在受灾之后非常多重要法律权益的追讨，都能够获得更进一步实质的保护。那在这边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向台南市政府在这一次赈灾当中的表现勇于认识，虽然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还尽量透过他们的行政裁量提供各式各样的补助，给予相当高的肯定，希望在这一次灾防法三读通过以后的条文，可以让地方政府在协助灾民进行法律上诉讼，寻求自己法律上权益的救济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谢谢。谢谢黄委员。现在请孔委员文集发言。主席，各委员，今天我们立法院已经通过了灾害防救法的一个修正案哈。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来，这个灾害防救法是我们本会期刚开始，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把这个灾害防救法列为优先的法案，然后是交给我们内政委员会在我们黄昭顺委员的主持之下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那我们中国国民党也非常的重视我们台南大地震，那当然我们也在讨论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民进党、亲民党各委员的版本大家朝野两党都有一致的共识，就是希望能够早点解决灾民的困难，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所以灾害防救法的修正案主要是在第四十条到第四十四条，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重建的修缮的低利贷款还有这个企业各方面这个农保、健保、劳保整个都对灾民有很好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肯定我们朝野两党每个党团的立委都非常的重视能够迅速的通过了这个法案。那本席是在这里特别要谢谢就是我们在第五十二条，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灾害防救法能够回溯到今年的这个2月6号台南大地震，但是本席当时有建议，我们去年苏迪勒跟杜鹃台风对我们桃园市的复兴区、新北市的乌来区一样的有很大的灾害，百年的灾害，那我们现在还是百废待举我们乌来的商家也在找这个贷款要重建他的家园，所以本席建议是不是能够回溯到去年的8月，就是苏迪勒跟台风在这里呢第五十二条也获得通过，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谢谢我们立法院。谢谢孔委员。报告院会，本案现在截止发言登记。那么我们下一位请李委员冯军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同仁，今天灾害防救法三读通过，其实这个可以显示得出我们朝野各党大家对防灾救灾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那本人代表亲民党在此做一个发言。其实救灾跟防灾在所有的一个过程里面是经验的累积，今天我们看到台南的大地震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可是这个教训一而再再而三的是重复再重复，从921大地震到331大地震，其实我们有很多非常不足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的国家是处于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灾害的一个地方，依照世界银行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研究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报告里面，所谓的天然灾害的三种要素，就是所谓的地震、土石流还有风灾。所谓的高风险，我们台湾占了73%，可以说是世界之最。然后另外
包括在这个跨国的这个保险组织劳合社的这个伦敦总部与剑桥大学的研究风险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我们台北是全球第一面对灾难最脆弱的城市，今后十年因事故和自然灾害导致经济损失的规模预计会高达$1,802。其实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再一次的警告我们，也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防灾跟救灾的方向里面，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必须要去准备的。今天我们的灾防法是完成了三读的通过，可是它只是一个跨出的一个步而已，第一步而已，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准备的，后面还有我们必须大家要共同一起来努力的。所以今天朝野大家共同的合作，我们所谓的灾防法的三读，我们更期待的是为谢谢李委员。现在请陈委员停回花园。谢主席，代表民进党团，也代表台南，感谢我们所有朝野、所有的立委，在这么短的时间，大家能够取得共识，把我们的灾防法能够一一逐条修正完成，今天正式三读通过。我相信这个灾防法的修正，对于台南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以行政处理，可是行政处理总是没有法的依据来得完备。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正式三读，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灾区的灾民真正依据灾防法的规定来取得我们政府的协助，不论是贷款，不论是任何的农余的损失，我相信我们都有法的依据。那在我的选区其实很清楚，在此次土壤异化非常的严重，那土壤异化不是不能处理，也不是没有工法可以处理，而是我们要怎么处理。所以我们现在也取得行政院的同意，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台南土壤异化土质改良的示范区。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示范区能够取得更多的协助与资源，所以也非常感谢在此次灾防法里面也正式把土壤异化因为地震而引发土壤异化这样的一个部分正式纳入到灾防法里面，不再是用所谓示意的部分，而是正式以文字呈现。所以我们希望除了有灾防法，除了有示范区，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地方因为土壤异化而产生灾害灾变的这样子的一个居民赶快重建。所以此次除了重建的贷款，也有修缮的贷款，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完成所有的重建工。谢谢陈委员。我们接着请曾委员民中花园。主席、各位委员，我今天代表国民党党团发言。国民党党团把灾害防救法列为最优先的法案。今天非常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包括时代力量的支持，让这么重要的法案今天能够完成三读。这第一点报告。第二点就是我的提案里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44条里面过去补助的资金只有是重建的资金，现在把它加进去，包括从修缮的资金，让灾民能够取得更多的协助。另外也修正了44条之7，因为过去的协助没有包括灾区是农地、移温或者是其他农业相关设施相关贷款的协助。这一次把它修正进去之后了，会未来在灾区假设是民众是属于农民的部分，尤其是南部的农业地区，会有更多的协助。这是第二点报告。第三点报告，
今天灾害防救法通过之后，我们也希望行政机关能够落实执行，能够给予灾民最需要、最迫切的协助。谢谢。好，谢谢曾委员。现在请黄委员招顺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非常感谢我们朝野以及时代力量在这一次灾害防治法修法的过程当中给予许多的协助。那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把我们以往在每一次灾害的过程，许多灾民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状况，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跟协助，不管是保险，或者是贷款，或者是法院的假扣押等等，以及土地土壤异化的问题，全部在这部法里面全部纳入，我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那其实防灾三法当中还有两个法也是我们列为最优先的法案，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感谢灾害防治法的修法工作第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第三步更需要我们朝野继续来协助跟努力，我们希望很快速的我们能够再看到另外两个法案也快速在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让我们所有的灾民当发生灾害的时候会最有保障。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黄委员。我们现在请陈委员移民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席此次呢，非常感谢行政院及立法院的同仁，能够朝野的合作，把这个灾害的这个防救法能够三读哈，能够通过，而且增列了这个生物病原灾害、动植物灾害、辐射灾害及工业管线的灾害，在这个防救法里面。那面对这个国际气候的极端的变迁，以及后工业社会的高雄，面对天灾的种种的规范常常是不足哈，所以例如像过去一年半以前，两年前这个高雄的气爆事件，所以此次的修法呢，扩充了灾害定义的范围，有助于新形态以及复式的灾害的防治哈。那例如像这个日本的福岛的辐射的这个灾害的问题，将来当然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灾害防救法能够更落实。那最后呢，本席也感谢呢，在这次修法里面，不只是对于这个就是企业的这个在捐赠的时候能够予以这个税的这个抵免，同时呢，也对灾民在得到这个低利贷款的时候，不会被银行作为假扣押，或者是这个抵消担保品这些强制执行的这个去拿走他们的这个慰问金呢、或者是救助金或临时工贴予以肯定。好，最后谢谢整个的我们朝野立委能够在这次通力合作的来达成这个修法的目的，谢谢。谢谢陈委员。那么我们所有登记发言都已经结束，非常谢谢我们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能够在这一次灾害防救法的修正案，大家能够非常的团结，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灾害防救法的修法，以民为念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光荣，希望以后所有我们的委员都以这一次灾害防救法的修法作为我们往后修法的一个模范。那么我们继续要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的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05年3月16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将本案提出审查，邀请提案委员古拉斯尤达卡说明提案要旨。会议邀请内政部部长陈威仁、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一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原住民族委员会、法务部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其迈担任主席。与会委员经充分讨论、审慎研酌后，将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起陈召集委员其迈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其迈补充说明。主席、各位同仁，选报法第47条的修正草案在我们内政委员会讨论的过程里头，那包括说不分党派的委员都认为说，在有关原住民的这个语言的一个保障，还有在整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尊重，那过去在政见栏里头都是以所谓的一个汉字以600字为限，那限制了这个原住民族的朋友对于政见的一个理解跟对文化的一个尊重。所以在讨论的过程里头，我们对库拉斯委员的一个提案啊，我们也认为说这个部分基于宪法所保障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库拉斯委员的一个修正案啊，我们委员会不分党派是给予支持啊。但是在讨论的过程里头啊，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对于这个网络世代啊，跟整个这个不分族群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包括新住民等等啊，那未来也许啊也会有这个新住民的这个朋友啊加入台湾的大家庭里头，所以在政见的一个讨论里头呢，也许未来会有所谓的这个新住民的一个语言文字等等那加入。那这个我们在一个立法的一个横平上呢，是不是这些文字是在以后修法再做修正呢？那我们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啊，我们就决定啊，将不管是原住民族的朋友啊，或者是未来有可能是新住民的这个朋友，他只要在他的一个政见栏固定的这个相同的这个版面里头，不管他是要用文字，或者是他要用图像，我们都予以尊重。那换句话说，在政见的一个表达里头，不管用文字或者是用这个图案等等这个部分啊，都尊重所有的这个候选人的一个使用。那我想这个会让选民有更多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跟了解，那同时也能够让这些包括说原住民也好，或者新住民也好，或者是各种不同族群，甚至是不同年龄的他的一个使用都能够更符合现代时代的一个需求。那甚至未来包括 QR Code 等等这个部分，也能够在假如在这个未来的一个政见里头呢，它也能够用适度的一个表达能够连接到相关的这个网站，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使用。所以我想这个修法基本上它是在于说保障多元族群，那同时也符合整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头所不同的这个媒体的一个工具的一个使用。所以在我们委员会审查的过程，不分党派的委员最后都同意。那我们当然也了解到说，这个部分未来包括说它的一个审核，它的一个包括它一个格式，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个规定呢，这个必须是由这个中选会另外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定。那至于说这个审查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个办法，我们在未来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中选会来向我们内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法案通过，这个是除了说代表说在尊重不同族群的这个语言使用，让更多的人能够借我们的一个选举公报的政见栏的一个叙述里头了解候选人的这个政见之外那同时也代表说这个相关的这个
政见的一个表达能够与时俱进，哦，连接到新时代的一个媒体使用。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委员会啊，我们是全体都一致的支持。哦，那我也希望说啊，在我们院会能够获得我们所有委员同仁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支持，谢谢。谢谢陈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好，那么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请宣读第四十七条条文。第四十七条，选举委员会应会其下列资料及选举投票等有关规定，编印选举公报，并得录制有声选举公报：一、区域原住民立法委员及地方公职员选举各候选人之号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出生地、推荐之政党、学历、经历及政见；二、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各政党之号次、名称、政见及其登记候选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出生地、学历及经历有政党标章者，其标章前项第一款、第二款学历，其为大学以上者，已经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立案或认可之学校取得学位者为限。候选人并应于登记时检附证明文件，未检附证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该学历。第一项第一款学历经历合计以150字为限，同项第二款学历经历合计以75字为限。第一项证件内容得以文字图案为之，并应使所有候选人公平使用公选举公报版面，其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第一项候选人及政党之资料应于申请登记时一并缴送选举委员会。第一项之证件内容有违反第55条规定者，选举委员会应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届期不修改或修改后仍有未符规定者，对未符规定部分不予刊登选举公报。候选人个人及政党资料由候选人及政党自行负责，其为选举委员会职务上所已知或经查明不实者，不予刊登选举公报。推荐之政党栏，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应刊登其推荐政党名称；非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刊登无。第一项第二款之政党标章，已经中央主管机关备案者为限，未经备案者不予刊登。选举公报应于投票日2日前送达选举区内各户，并分别装贴适当地点。选举委员会得视实际需要，选定公职人员选举种类，透过电视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办理选举及政党选举活动，其举办之次数、时间、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请宣读。第四十七条，选举委员会应会其下列资料及选举投票等有关规定，编印选举公报，并得录制有声选举公报：一、区域原住民立法委员及地方公职员选举各候选人之号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出生地、推荐之政党、学历、经历及政见；二、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各政党之号次、名称、政见及其登记候选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出生地、学历及经历有政党标章者，其标章前项第一款、第二款学历，其为大学以上者，已经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立案或认可之学校取得学位者为限。候选人并应于登记时检附证明文件，未检附证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该学历。第一项第一款学历经历合计以150字为限，同项第二款学历经历合计以75字为限。第一项证件内容得以文字图案为之，并应使所有候选人公平使用选举公报版面，其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第一项候选人及政党之资料应于申请登记时一并缴送选举委员会。第一项之证件内容有违反第55条规定者，选举委员会应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届期不修改或修改后仍有未符规定者，对未符规定部分不予刊登选举公报。选举人个人及政党资料由候选人及政党自行负责，
其为选举委员会职务上所已知或经查明不实者，不予刊登选举公报、推荐之政党栏。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应刊登其推荐政党名称；非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刊登无。第一项第二款之政党标章，已经中央主管机关备案者为限，未经备案者不予刊登。选举公报应于投票日二日前送达选举区内各户，并分别张贴适当地点。选举委员会得视实际需要，选定公职人员选举种类，透过电视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办理选举及政党选举活动，其举办之次数、时间、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就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已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我们请 Grass 有大卡。主席，各位同仁，原住民族的语言是我们的生命，使原住民族的候选人可以使用罗马拼音字。在选举公报上刊登书写以原住民族语来发音的证件，使原住民族的选民也可以在选举公报上阅读到以原住民族语书写出来的证件。这不但得以维护原住民族的参政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对原住民族的文化权还有语言权最基本的尊重。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内政委员会全体的委员，同时也要感谢大院的支持，在今天三读通过本席提案修正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的修正草案，这也代表着未来选举公报上将可以看见原住民族的候选人，他们以罗马字跟汉字来并列书写证件，这是台湾民主发展进步的一小步。这是原住民族权力往前挺进的一大步，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本席要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 Grass 委员，辛苦。报告院会，议程所列法律案均已处理完毕，第四案以下为一般提案及附议案。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结，到此为止。3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